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型男。我们今天来参加的是台湾宾士他们所举办的 A Class 跟 B Class 今年2023年小改款的公办试驾。那说到这两款车，大家应该从台北啊到台湾的街头能见度感受得到。现在宾士他们在多年前推出的所谓 NGCC 的小车 Family 这个家族，其实卖得还不错。如果以全球去年22年他们宾士的销售统计，这样的小车 Family 大概占了他们总销售的30%比例。其中呢，如果要抓出 A Class 跟 B Class， 又占了这个小车的销售里面的30%。也就是说，这另外的70%的小车，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还有像是CLA 啦 ，Shooting Brake， 以及台湾卖的更好的就是休旅型的 GLN 跟 GLB 哦，因为这些小车他们都是用宾士旗下的这个 MFA 的平台，现在已经进化到了 MFA2 二代的模组化平台。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现在全新的 A 跟 B Class 哦。那以今年现在我们看到这两台车来说，我觉得跟过去它的销售的 TA 架构差不多 ，A Class 会稍微年轻一点，喜欢买这样的车。当然就是看中它有比较帅气的外观，它有5D 的掀背以及四门的 Sedan 车型。那 B Class 呢，就稍微偏休旅，所谓运动跑旅这样的车格。那以年龄来说 ，A 可能年轻25到45，那原厂说 B Class 话稍微高一点，大概在35到50岁左右。其中 B Class 很特别的是，有70%的车主过去的比例是女性的车主。那今年现在小改款的时候，在编程上，我觉得跟过去来比的话，简单了很多。一开始我记得 A Class 印象中它有所谓的 A180、A200， 都是 1.4 升涡轮增压，但是出力有低出力跟高出力调教。另外还有 2.0 升的 A250， 那上面还有 AMG Model， 包含 A35、A45S 等等。那现在全新年式之后，统一原厂只进了 A180。我们有问了一下原厂，这其实是他们考量了过去这几年来整个销售的结果以及一些市调结果的显示出的这个策略。也就是说，他只进了 A180， 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 ，A180 跟 A200 其实是同一个引擎，出力稍微调教大一点。那以买这样入门比较小车家族的宾士车主来说，他们其实不会太 care 动力部分的表现。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常常半开玩笑说，如果你买了 C Class 或 E Class， 你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买一个180或200，觉得排气量好像小了一点。但是以 A Class 跟 B Class 的车主买车习惯来说，他们比较不会去在意车尾的那一个背距排气量，所以哎，过去180销售卖得很好。那你说为什么没有250的呢？那250因为是 2.0 涡轮增压，跟我们刚刚讲的 A35 又有一点动力上的重叠，所以你如果预算够的话，很多买家直接就攻 A35， 所以他们最后决定现在都只有 A180 哦。这次全新的车价的部分 ，A180 的哦 5D 掀背版的车型是181万，那如果是四门的房车会再贵2万，是183万。那至于 B180 的话，则是177万。那当然，另外依照惯例，他们宾士也提供了很多的所谓的现在新的命名叫做 PDC 跟 PDD 不同丰富配备程度的选配。以今天这台车，它就是选配了PDC 的套餐，我们等一下细节再帮大家介绍。所以它的车价已经从原本的181万来到了202万左右。接着我们就来看 A Class 小改款了，在外观的部分，首先今天试乘车原厂安排的是新的玫瑰金的车色，然后这次的小改款最主要的重点 A 跟 B Class 有蛮大的差异。首先 A 原厂就直接给你了所谓的 ANG Line 的套件，那你听到这样的套件，其实在过去的话可能是要比较高阶车型或者是选配加价才有，那这一次直接 A180 标准就是 ANG Line，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这种单横栅的镀铬中间三芒星的这个大的logo 之外呢，里面也有三芒星的小 logo。 那如果是 B180 的话，它配备的就不是 ANG Line， 它叫做 Progressive Line， 那基本上也是单横栅镀铬 logo 在中间，但里面只是一些黑色的一些格栅。那如果你再往上看到 ANG Model A35 A45S 的话，则会有标准直栅式的设计。那除此之外，在包杆下面你可以看到更运动化的外观，一些黑化的套件，当然还是有一些镀铬的点缀。那原厂有说，这也是因为他们考量到买 A Class 的车主都希望外观是尽量帅气，所以他这一次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化套件的配备。头灯的部分原厂也标配 LED 光源之外呢，你也可以加价16000选配宾士的多光束头灯。那以 A Class 来说，你选了多光束之后，会多了两个光点在这个灯具里面，辨识度会更高。那引擎盖也可以看得出来 ，ANG Line 是有了 Power Down 这种隆起的
造型设计。再来看到车侧的部分 ，A 跟 B 的差异在于配胎的尺寸也不一样。今天 A Class 直接给你225/45/18，中间也是 AMG Line 的轮圈，然后在车高的部分也可以看得出来，明显哦，它是属于降低型的舒适悬吊，搭配整个的车身，尺码则是维持不变。以今天 A Class 的5D 掀背板，它是4.4米左右，那房车版会再长10多公分，来到4.5米。那 B Class 的身形则是跟今天的 A 的5D 版其实是一样的。那另外在车顶也可以看到它选配了全顶式的电动天窗。另外你如果想要选配 AMG 更高阶，像是夜色套件啦、黑化套件的话，这些窗框也都可以选择黑色的相关配置。再来看到车尾的部分，我觉得整体改装幅度不算大，主要在尾灯的部分，你远远可以看出来它是有带了一点熏黑这样的色调。那里面的纹理的设计也是现在宾士新时代从过去的这种灯条式改成了这种光带式的 LED 的尾灯哦。那在保杆的下面同样也是 AMG Line 蛮运动化的配备。那后行李箱尾门你打开，基本上它没有电尾箱门哦。那打开以后则可以看到今天掀背版的行李箱也有355公升左右的容量。好，我们接着来看车室内装的部分哦。那因为我家里本身有一台 GLB， 所以对于这个新世代 A Class 的内装架构其实蛮熟悉的，就是我日常在开的车。但这一次小改款，我们就把重点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坐进来，我们刚刚外观讲直接标配 AMG Line， 那内装的 AMG Line 就包含你有看到这个新型的宾士家族常见的竹蜻蜓式的平底方向盘，有红色缝线，然后有金属的踏板，然后黑顶棚，然后在座椅的部分，如果是 A Class 的掀背板，它配的更运动跑个，直接是类似铜椅造型的一体式的座椅哦。那材质是 Micro Cut 跟 Article 这样的一个材质配置。那另外在内装，它也选配了所谓雾面的椴木的饰板。那最主要在这个科技仪表的配备，它依旧维持双10.25寸一体的萤幕，但是在仪表的部分，它多了更细微的一些显示界面，它有5种的模式可以切换。那像我现在是停留在 ADAS 的界面上，它也有这个更仿真的这个单车道的一个虚拟实境的显示哦。那再来在中间主机的部分了，虽然看似外观一样，但其实里面已经进化到MBUX 的 2.0 的世代，那其实跟现在我们刚试驾不久的这个 GLC 是一样的配备。 2.0 的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在这个 OTA 的功能的提升，让它会有一些所谓的彩蛋的图资。什么叫彩蛋？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是圣诞节，它就给你一个圣诞老人的图像，那如果是情人节，可能你来一个玫瑰花这样浪漫一下，它会原厂给你一些彩蛋图资，就是透过 OTA。 另外它原厂内建的中文图资，你如果像今天这台车它选了 PTC 的套件，它又会多了像是一些扩增实境的 AR， 也就是你设定导航点之后，路上经过一些要转弯，你就会看到这个鱼骨头的箭头的指示，让你有更好的辨识效果。另外结合了 GPS 的定位哦，那你有 PTC 套件之后，你也有360度的环景，它也可以做 GPS 的定位点记忆下去。也就是说，你家或是你办公室的车位，假设真的每天都要面对不大好停的话，那你记忆以后，你到了这个地方，它就自动帮你把环境打开，让你停车起来会更轻松一些。那另外在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它 NBUX 2.0 也进化到了无线连接的功能。再来看到空调出风口啦，实体的界面都跟改款前是一样的，但下面中岛的部分跟改款前最大的差异，它现在原本置杯架前面有这个放手机的空间，充电座它没有盖子，所以开久了像我自己的车难免会有一些藏污纳垢灰尘，现在终于有了这一个盖子，然后上面也是这种亮面黑的很有质感的饰板。然后在中央扶手前面这一块呢，改款前有一个手写板在那边，类似像放手的这样的位置，现在取消了。那上面你会看到有 Dynamic， 就是 Drive Mode， 这台车有 Eco、 Comfort Sport、 Individual， 中间是音量调整，右边也有360度环境选配之后的启动键。那这个地方就多了一个放零钱盒啦、杂物的小空间，或者是你手机不想放前面，你要放这边，但以我的这个 Plus 来说的话，稍微会有一点放不下去，比较窄了一点。再来在中央扶手的设计则是维持不变的。至于在后座空间的部分呢， A Class 掀背我觉得比较不会那么重视后座机能，但如果以我身高实际去坐的话，前面180公分坐姿，后面我觉得虽然不到非常愉悦，但是也不到拥挤感，这种压迫感基本上膝部头部还有一个拳头左右的空间。然后在
椅背的部分它是不能调整的，但是它可以做424的前倾的打平，让你扩充行李箱空间。那中央扶手的后面标配是没有出风口，但今天 BDC 选配之后有双区恒温空调，后面就多了出风口，下面也有基本的充电孔的设计。最后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以 A Class 来说选配 PDC 的选配，我们刚刚聊到的其他配备之外，125,000里面还包含了一个很重要，就是 Burmester 柏林之音的音响系统。那如果你预算 OK 还要再往上，它还有一个所谓的 PDD Plus 的选配套件，要价近300,000，还会多了像是整合，我们刚刚讲到这台车也可以单独选，像是多光束头灯啦、天窗啦、以及进阶调整的远近光灯啦、 NBS 的智能多功能控制，以及360度环境套餐等等的选择，其实还蛮复杂的，我们把它整理在画面上给大家做参考。我们今天的公办试驾比较充实忙碌一点，我们上半天试的是现在这一台 A180 的5D 掀背版，然后等一下我们还要去试零换下午的 B-Class。 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一次 A180 最主要基本上在引擎的配置上，还是前方的这一颗 1.4 升的直列四缸涡轮增压的动力，输出的马力值一样是136匹的最大马力，但这次小改款那跟上了现在节能环保的潮流，也配置了外挂 BSG 型的 48V 的 Mild Hybrid， 照宾士原厂的数据是说额外会有最大14匹左右马力的注意，那扭力的话也有23公斤米左右。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刚刚从这个静态拍摄启动，你就可以感受到 Mild Hybrid 在启动上较过去我自己也开这种宾士的前驱小车，其实它在启动的震动的确会比更高阶，不论是这个四缸甚至一些后驱版本的车型来的比较明显，但现在多了 48V， 我觉得启动的这个噪音震动的确有很大的改善。另外在上路以后的感受除了这个急加速会有一定程度的扭力的输出注意之外，我觉得它蛮重视在环保节能部分照原厂的说法，也就是你把它 drive more， 我们现在把它切到一口的模式的时候那你像前面这个地方是红灯，我们通常已经在减速了，那原厂说在速度慢慢大概到20以下的时候，它会提早帮你做引擎歇缸的这样的显示。我们来把仪表界面切换到有看得到转速表的部分，也就是如果我没有把这个怠速熄火关掉的话，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我们等一下下一个红绿灯再来试试看，基本上开到 Eco Mode， 然后你在红灯中滑行还不用到全停的时候，它直接帮你进入这个关闭引擎的模式，让你省下这一段的油耗。那如果是你在一些比较中高速40-50公里以上的速度然后你在平路或是下坡，你在收油以后，它也会主动让你引擎转速掉到零，做歇缸的巡航模式让它有更好的节能的效果。那我觉得以 A-Class 这样的小车，其实它从过去 MFA 平台到现在的 MFA2 的平台之后维持前驱小车，然后4.4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车长，非常灵活好开的一个转向特性那以今天 A-Class 它配置18寸225/458，然后以这个降低车身的舒适型悬吊，整个的行路在市区的舒适性表现，我觉得还是很舒适的。那再搭配我们刚刚讲像 Mild Hybrid 的注意啦，所以整个的舒适度的提升在这一次的小改款算是蛮明显的一个进步。好像现在我们在市区大概50左右的滑行，它的转速已经是零了，这就是一口模式，你把怠速启停它忽然我有点了一下刹车，它又启动了。好，前面搭配我们设定的导航，也可以看到中央的主机也出现了这个 PTC 选配后的扩增实境的 AR 的鱼骨头的箭头，快到路头路口的时候就给你箭头的指示，很清楚直觉的导航判位。所以我觉得买这个车可以选配它的 PTC 套件，那其他还有一些更高阶进化你也可以单向去选看你个人的使用习惯或是预算相关的考量。在主安配备的部分那 ADAS 的部分，因为它终究是小改款，所以它的硬体结构没有太大改变，还是借由前挡上面的摄影机，然后车头的雷达波做这样的 ADAS 的辅助。那它还是虽然属于小车，但是还是有宾士高阶的这一些主安配备它都有的像是我现在来启动它的 ACC 有抓到了，
然后它也有车道维持的辅助。那在维持辅助的部分呢，原厂有特别说，过去它让车辆维持在标线的路的中间，它是用夹刹车的方式去做类似乒乓球这样的一个修正，但现在到了小改款之后呢，它的进化会多了，直接帮你微调方向盘转向机的这样的角度，让你车辆维持住，那整个的作动上动作加减速更细腻，然后加上我们刚刚讲的方向盘的修正，然后方向盘也是跟现在新世代的电容式，买这个方向盘的里面都有电容的触控，所以整个的作动上也会更精准细腻。以原厂136匹加上48匹的助力之后，以 A Class 掀背车重大概1450公斤左右，那整体的动力的反应，我觉得虽然没有到非常的轻快有力，那照原厂的数据，百公里加速掀背或是房车大概是 9.2-9.3 秒，那开起来就像我刚刚讲，它不会给你非常有力的感觉。当然，如果你今天车上在坐满的情况下，我觉得啦，就加速的感就比较会吃重一些。那如果你平常这台车的设定，一个人开或两个人开的话，基本上在市区的移动是算平顺够用的。当然我个人是开 GLB 250 2.0 的动力，我觉得开起来的加速的轻快力道当然就会比今天的 1.4 的180的动力来得更好一些。好，那开着开着我们就快到了士林的这个猪血糕米糕大贡丸的表演艺术中心，我们等一下下午还要再去换第二台车。好，接着我们下午就要来试驾这一台 B180。我们先看一下 B180 在外观上跟上午的 A180 差在哪。外观我们刚刚有介绍，标配的是 Progressive Line 的套件，相比之下，当然它就少了这个三芒星的这个里面的水罩。下面的气坝呢，其实我们请镜头带一下，停在对面的 A180 标配 ANG Line。我相信不用我多说，如果是喜欢帅度的应该都会投票给 A 吧。再回过头来看到 B Class 的部分，头灯一样标配是 LED 的光源，多光束都要另外选配。那在车侧的部分，我可以看到跟 A Class 有几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基本上它的尺码跟 A 的 5D 掀背一样，都是4.4米多，然后轴距也是2.7米多，但是高度上明显它是走这种跑旅的身形，兼顾一些家用的需求，所以它在高顶上的设计会跟 A Class 有蛮明显的差异。然后车高的设定也可以看得出来，胎圈基本上它是17寸的2055/17，同样都是德国马牌的 EC6 的胎款，但是 A Class 配的是18寸，然后它的悬吊也比较高一点哦，没有这种 low down 的效果。然后另外在车侧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黑化的话 ，B Class 当然也可以选 ANG Line 的外观要加价，然后夜色套件都可以满足你的。然后再来往车尾的部分来看一下，那尾灯的部分呢，它其实基本上的架构跟 A 是一样，就是现在这种光带式，但是仔细看 B 的里面有一些三芒星的符文。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不是很明显，可能踩刹车下去的时候稍微明显一点。那基本上要给大家一个观念，这一次 A 跟 B 啊，原厂在车型的定义配备设定上 ，A 就是要让你帅，所以它给你 ANG Line。那 B 呢，也不是说它不帅，就是它比较偏家用，所以你就会考量到一些等一下看到车内的空间的机能灵活度，或者是配备上，它会比 A 来的又丰富一些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 A 是手动的尾门，那 B 的 B80 就有电动的尾箱门的配置，当然随着车身的这个体积尺码的拉高以后，它的后箱容量也达到5个人坐是420多公升，比 A Class 的 Sedan 或是 5D 都会来得更大一些。好，我们直接就带大家来看在后座的部分，我们刚刚有讲哦，它是考量到一些家用的用途，就是可能这是一台妈妈用车啦，或者带小孩啦，送小孩上学啦，买赛车等等的。首先你看到它在中央扶手的后面的出风口搭配前座，等一下看到的双区恒温，这一台就算是标配了，就是我们讲的它配备反而是比较舒适豪华的在里面的部分。然后坐进去咧，我们直接来坐一下，因为尺码跟 A 是一样的，所以你在膝部啦的空间我们不用丈量，几乎是一样的。但头部随着车顶的挑高，可以感觉得出来，刚刚只有一个拳头，现在有至少一个半拳头哦。那除此之外，你会发现为什么？好像我坐的又比刚刚的这个一个拳头又更后面，因为它的座椅
又给你多了一些调整，14公分的滑移，包含椅背的角度也是有多段的调整，这边有一个束带可以稍微多段的调整，好，让你随着你载客的需求或者是你空间的这个容量要载比较多的行李的时候，可以做一些空间的变化。那接着我们再来看前面它跟 A Class 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打开它的车门，我们先从外面来看一下。那刚刚那台我们试的 A Class 哦，它也选配了雾面的椴木纹的饰板。那标配的 A 是铝合金的饰板。那 B180 用的是这种跟刚刚尾灯有一点算是呼应底外的一个三芒星的符文的饰板。那外面的气氛灯、夜店风哦，当然 A 跟 B 都是有标配的。然后再来看到在车内的部分哦，既然它没有了 ANG Light 的外观，内装当然也就没有，所以它方向盘哦没有平底式的，是圆形的。然后旁边当然有一些电容触控式的界面。那座椅的部分同样是黑色标准色，有电调相关功能，但是可以看得出来，腰部依旧有包覆，腿部也有微幅的包覆，但是在头枕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出来蛮明显的，它就不是像刚刚 A 的掀背是比较跑车化哦，强调它就是强调舒适的相关功能。那其他在车内的界面，包含双10.25寸啦、空调啦，有双区恒温是标配之外，其他中控的设计都跟 A 是一样的。那接着我们就上路来开开看，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接着来试驾 B180 哦，基本上它的动力跟 A180 配置的是同一颗的心脏引擎哦 ，M282 的型号，1.4升直式涡轮增压，同样也有48V 的 Mild Hybrid， 然后借由7速 DCT 双离合器的自手排变速箱哦。但因为 B Class 我们刚才车外讲尺码长度差不多，但高度车体比较高一些，所以重量也重了接近50公斤，来到了1.5吨的空车重，所以整体的加速马力还是136匹，加上14匹的48V 的助力哦，所以开起来的动力的感受上，依旧是维持跟我们上午开的180，我觉得差异不大，就算是平顺够用，但在一些你减速以后要再起步加速的时候，你会稍微感受到车身的吨位的确 B 是有比 A 再重一些哦。那以百公里加速的数据来说，它也有0到1009.4秒。我们下午其实因为台北气象局有预报雷雨哦，其实雨真的下得蛮大，所以我们这一支的试驾影片在动态的画面上车外的会比较少一些，请大家多包涵了。那其他在动力感受的部分呢，我们刚刚一样也是有把它的 Dynamic Drive Mode 调到放在 Eco 模式，然后确定它的怠速启停，这开启的情况下，你看现在其实在时速80，我们在高架道路上，我现在在收油，其实转速已经是在歇缸的状态了，是掉到零了，也就是用歇缸滑行的状态，让它有更好的节能的油耗表现。那你稍微补一点油，马上引擎就起来，但是这个启动的动作让你丝毫感受不到引擎的震动，这也就是48V 在这一次 M282 引擎上最大的帮助。我觉得这一套的 ADAS 哦，我们刚在车外有看到它车头的三芒星的标，它并不是平标，但基本上照原厂的规格来说，它是有全速域的自动跟车，包含车道维持的功能。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在这样 NGCC 小车上的这个软硬体的界面调教，毕竟精致度以及细致度还是没有比我们试的 C 啦、E 啦，甚至一些电动 EQE、EQS 这样车还是比较先进的软硬体配备来的这么的精准，所以它在车道维持的能力上，在高架道路上我们常常试各家的车，今天的 B180 在这样的路况稍微弯一点的话，它还是会稍微偏移一些的。底盘一样配置的是 MFA2 的平台啊，但因为我们刚刚看车外它配的是20551017哦，胎比较扁平比厚一些，尺寸也小一点，然后悬吊也没有那么降低特别的强调，所以开起来你会觉得 B180 给你的就是更偏近 SUV 类似休旅这样的一个舒适的调性。当然你如果要以刚刚上午开动 A180 比较灵活轻快刁钻的这种节奏去开这台车的话，它的侧倾会感觉到还是会比较
大一点，整个底盘的反馈的力道还是比较偏舒适软调一些的。尽管算是宾士的入门车，但我觉得它在一些底盘的隔音啦，车内 NVH 的降噪上的处理上，其实从改款前的我自己的 GLB 来说，到现在这个新的 A 跟 B 的小车家族来说，我觉得都算有一定程度的水准。接下来一段上坡，low模式全油门，其实它在8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加速度，我现在一个人开的状况下，其实还算是够用好开的。但当然啦，你在比较高速重踩油门与 Sport Mode 的时候，车头引擎传进来的声浪也就会更明显一些。好，我们今天在比较忙碌的公办试驾，一天体验了两台 A 跟 B 的180，我觉得基本上我们还算是有感受到这一次 A 跟 B 180的小改款的进化上，它依旧是朝着这几年宾士很努力让这一些小车家族，我们一开始就讲销售占比越来越高，那有更多的年轻一点的买家，也就是宾士这几年努力的目标，让它的购车族群 DA 能够再往下扎根，更多的年轻一点，尽管预算有限，以今天来说，你大概177万就可以买到 B170 了，181万可以买到 A180 的先辈的车款了。虽然是宾士的入门车款，但是从我们今天从外观到内装，不论是一些设计语汇上，或是内装的一些配备科技相关的一些环节上，依旧感受得到宾士努力将一些更高规的车型的配备往下放到今天的两台车上。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在2023年4月中下旬的 A 跟 B 的小改款的试驾。很快的下半年台湾宾士也预告了小车家族，包含是 CLA Shooting Brake 以及 GLA GLB 都将推出新年式小改款的车型，今年会非常热闹。那最后也是要提醒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记得把我们频道订阅起来，如果你正好也在考虑要入主宾士的小车系列车型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车水马龙谢谢你的收看，拜拜。